전 GNTM 가이스 전부도장동해 跟昨天的影片所传达一样，用心想做出容易观看的影片的方言，从今天开始，总为计划。今天的计划是自由的计划。如果我的中文进步的话，介绍什么都可以。这是。他并没有发现。 即使是说了，那开始喽。骚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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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每天早上吃不累，不在就是也在，所以我最近大概三公斤瘦了。時を超えて骚动骚动骚骚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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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を超えて君を愛せるか本当に君を不用担心没问题，问题太多了。因为日本很有名的 YouTuber， 大家知道毛天吗？毛天的影片是完全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，只是吃的东西。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明天发表新歌，不要忘7月1号9点听我的歌。7月1号9点，因为吃完，所以今天的影片也结束。是这样子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这样的？三姨爷。小棒蛋，怎么办啊？危机都已经，又可以看到最新的一遍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一遍，大家不要记得按赞，大家不要记得按赞，就可以看到我最新我的一遍。喜欢这一遍，按赞还有分享。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 IG 或是 YouTube， FB 的话。里面有稍微上看一下，你记得安利方 Sleep and Catch。这是做的决定啊，这是做的决定啊。